大家好，所以今天带来一期拳皇98C 比赛解说。这场比赛是花式王者 CT 姐姐啊大战烈火剑法。烈火剑法其实它也是一个狠角色，今天它选用了 EX 模式，琢磨有卢卡尔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比较熟悉的这两个人物啊？看他这个琢磨和卢卡尔用的如何吧，我还是比较关注他这两个角色的。CT 姐姐如何打击 EX 模式？其实我和 CT 姐姐和烈火剑法都几经交手，对双方的套路那是了如指掌啊！好，一个大波跳在地，两次 CT 前进手撂倒了，而且还满气加红血了。这是 CT 姐姐的噩梦，飞翔脚带入手脸龙虎乱舞，偷偷没加，最后跟个超啊，跟个大波结束了。好，来看姐姐下一个人啊，因为红血加满气之后释放超必杀可以打很多很多的血。第二个回合来看姐姐的麦卓出马。好，姐姐的麦卓啊先稳住不浪。今天姐姐是随机选人，烈火剑法是全主力 EX 模式，其实这三个主力不是烈火剑法的顶级主力。哇，逆向过顶穿人跳 CD 撂到前进手，然后快速又一根，哇，逆向穿人多段。这个琢磨不得不说，这个琢磨技术应该是在我之上的。最后龙虎乱舞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啊。好，来看姐姐最后一个角色，一个琢磨 CT 姐姐就扛不住了。我如果用烈火剑法这一套打法来打 CT 姐姐应该也能成事。好，来看姐姐的气甲射，不得不说这个琢磨是真的犀利啊。后撤发波压油距离不够，姐姐可以开始她的压制了啊，可是还是抢不过琢磨的招式。虽然琢磨脚短腿短，但是她快呀，她速度极快。哇，逆向被闪，而且还带一个原地避闪啊 ，EX 模式。哇，压油，这一波可能会被姐姐一套放倒。好，落地捡一个地头，然后跳抓大招，摸头带走，不给你留下红血加满气了。接下来看烈火剑法下一个人，最重要的是他还用老卢手底，这和我的套路那是如出一辙。接着看烈火剑法的夏尔米，这个夏尔米在 EX 模式中应该也是很强的，因为他可以两种模式切换，可以切换一个投技模式，哎，可以切换雷电模式。我没踢到，可惜了，气甲是暴气，马上消失了，暴气状态。看会不会后撤暴一气，夏尔米应该不会给他这个暴气机会。夏尔米加点还是被暴气了，被暴气那后面怎么整呢？气甲射开始他的压制，哦，中招，不要慌，一个转腿接甲，接着满气，接满气，气甲射能不能点？哎呦，不错哟，小跳再骗抓，两次骗抓 ，CT 姐姐麻了，强反也交了哦。任你姐姐再花式啊，碰到这个打法那也是无计可施。看来烈火剑法应该专门研究过姐姐的一种打法，所以说为她量身定制了一种套路哦。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，也可以看出中间的时间是零，打到什么时候都好，直到把对手打死为止啊。哎呦，跳 C， 现在烈火剑法红血加满气，轻给点个抓，能不能放倒姐姐？没有放倒。五、哦、前后拉，拉扯一下啊，都剩一滴血了，都是一套的事儿。哇，一脚的事儿，或者是一拳的事儿，穿一个必杀，烈火剑法拿得首分。这波闪电腿绝了啊！姐姐最后也着急了。好，来看下一局，这次姐姐用草踢。对了个嘞，轻脚一点，看如何预防琢磨的这个原地闪啊！这个原地闪确实有意思，他这个原地闪也不是一直的闪，重拳其实不是改。草字经想打伤害，必须空中接 CT， 双毒咬很花式，晃咬三式，重拳出击，有点不自信了。姐姐没有带入大蛇替，手扣 K 摸中招，龙虎乱舞，烈火剑法使出了他的经典打法。飞翔脚打空，重拳确认，其实不是该上天，一次两次，过来个嘞，哎呀，带走了。好的，来看烈火剑发下一个人啊，这个琢磨是终于被拿下了。姐姐对琢磨也是恨之入骨了，你看经过上一场的一个比拼，夏尔米开场就给了一个啊逆向穿人，哎呀，
他们在快速打轻腿，下轻脚两点胜利一样，武士崩一炮超杀，看你还敢不敢跳。其实武士敢，一个 CD 两个 CD 毒咬光咬三式大蛇的嘎嘞嘎嘞，双荒咬前月阳中间断招了，又接七十不是改两次 CD 结束了。草地衔接的确实好啊。现在来看烈火剑法最后一个老卢，这一局烈火剑法不会被穿三吧？烈火剑法也是在平台比较活跃的九八 C 深度爱好者，你看这个老卢的压制也是很犀利啊，频率很高，可见手速啊那是非常的快啊。两次 CD 剪刀脚能不能挤满气，还没挤满。哎呦，草地影响干嘛，升龙被骗了，闪现接 CD， CD 接必杀炸带走。其实这个 AB 闪啊，烈火剑法这个 AB 闪是有破绽的，姐姐并没有意识到，可能是当局者迷，他连续的 AB 闪你是可以抓的。烈火的这招原地 AB 闪特别容易被抓，其实因为他使用的太频繁了。气甲射15，你看现在开始抓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姐姐经过两局的适应啊，已经完全适应这一招原地 AB 闪了。两次 CD 接半运炸，大招一弹能不能接第三次，接不了了，消失了啊能量。剪刀脚来一下发波，哎呦，气甲射空中给一个抓，接抱拳炸，后面再发个波，后面该怎么办啊？轻脚两点啊，点他一下带走。接下来我们看姐姐最后一个人呢，第五个回合，姐姐的哈维蒂，看哈维蒂小清泉摆得很快啊，哎，下清泉两点走，老卢开始空中发波，闪现接入啊，两波闪现接搬运啊，落地大招一弹，剪刀脚上去，后面再拉后。又在找机会集气，其实这一点血啊不气也行，两波 CD 可以干掉。哦，被哈维蒂捅到了，捅到这一拳就不得了了。哦，落地一发炮拳，空中发波强反，哎呀，落地又被点了一拳，姐姐又取得了一分啊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姐姐这个打法还是很犀利，这次姐姐又草地手发起去，哦。这一招漂亮，一次两次三次 CD 满气了，前野阳炸也可以消半管血的，而且是大半管，可见草地是可以打出高伤的，就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打。烈火剑法，哎呀，被切防了，被切防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一招专门对抗投机角色。哎，来看第二个回合，烈火剑法的夏尔米，加米空中一波 CD 被抓了，草地影响 CD 空中点乱动，这零头来一下，那夏尔米又原地集气啊，不料被投了，后面怎么说贺灾呢，跳 CD， 哦，又一次啊，这零头爆摔飞身一甲好，再 A 两点啊，一个转腿，呦，姐姐一滴血，空中一跳带走。接下来看姐姐下一个人，第三个回合啊，姐姐的真武，好，真武直接暴气。点发 C 头，清个两点，距离太远，暴气之后就准备把他给一套带走的这个真武。好，哎呀，防御反击，防御反击也要干一下的，还挺难缠。下面这个打法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一个跳又想骗抓了啊！现在姐姐想秀她的连招也秀不起来，因为抓一个好机会实在太难了。CD 啊，斩 C， 连续 CD 斩 C， 上头了。再抓 C 头，你看现在原地闪就不行了，怎么样也不行了，我就一直投你，一直拳脚你，我也不连了啊。
看烈火剑法最后一个老卢。老卢先原地集一把气呀、啊，相杀不要慌，后撤带发波，接着再集气，原地被抓了。哎呀，重拳出击了，投技，站 CCD， 位置反穿，闪现，这也行，好快的反应啊！最后大抓接入，好快的反应啊！下面姐姐一滴血啊，好，清剿两点，闪现，闪现再接 CD， 一次两次剪刀脚，跟他说再见。好，接下来看姐姐的 King 啊，第五个回合。看 King 怎么样？哦，落地机被抓了，小弟，战 C 抓住，啊，再抓住 ，CD 复合，空中 CD， 哦，两点清水点啊，哦，哎呦，原地闪，抓嘛，抓住，哇，中招。切换模式要干嘛？他要发波了，我疗法了用。可是还是被对手闪了一下，闪没了。发波疗法行不通啊！不得不说，现烈火兄啊，这个发波疗法还要多的再练练呢，再多练练。姐姐拿到第二分，2-1了。来看下一局。哎呦，清水两点。哎呦，哎，故意向后撤，开始猫捉耗子了，这个草地精。姐姐应该是选了一个草皮经济天，来，来抓，后期选了个草皮，闪身中招，跳 CD 两次 CD 啊，撂倒，接个 C 头带不走，带不走，接个龙虎乱尾带不走，姐姐还可以拼命一搏，奋力一搏啊，后续，哎呀，升龙，升龙意外了。我也意外了，这个升龙。好看第二回合，姐姐的琢磨。哎呦，后撤发波，开始发波疗法了。哦呦，嗯，清水点到 ，CD 前倾手，接着逆向过顶，没穿人，穿人的话没压住起身。这几句穿的节奏有点不对，满气，能不能逆向过个顶？或者清水择个中，嗯，逆向过顶，准备一套带走，不给他留红血。可是啊，借烈火剑法，他开启主动出击了，完，中招就没，中招就没啊。好的，那烈火剑法下一个人啊，这个中招，连法总是有点犀利啊。那烈火剑法的下二米，先原地集下气，转腿穿波。嗯，紫灵头逮住。哎呦，原地再集气，琢磨满气了。没想到姐姐琢磨也玩得这么溜。爆气吗？要，要不要再爆一气？琢磨，好发个波。下面你使用了一招紫灵头，再抓一下，闪身接大。落地点一发紫灵头，啊，必杀接上，飞身一甲，哦，原地直接，哎呦，左波发个波先，哎呦，转腿走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看来啊，要看比例的了这一把，哎呀，这个夹来扎去真的受不了啊，来看姐姐最后一个比例。第四个回合，这个比例啊，看是一个什么玩法啊？今天跳逆向，清水一点起手，跳飞地走，穿天猴穿一棍子，滴溜滴溜，哦，下面还是使用了一招紫灵头，下清脚点一个紫灵头，爆气必杀，好了，又开始穿天猴了。谁也抓不住太秀的连招，主要是今天打这个 ES 模式非常费劲。夏尔米可能要大爆发，如果再中一招的话，啊，现在烈火剑法可以让他打一下啊，让他打一下，哎，打一下可以了，打一下，如果再抓一套的话，那就不得了。
转腿夹，森林头必杀抱一抱，跳过来，哎呀，最后没打到啊。好看烈火剑法最后一个人烙炉，这一局就直接烙炉了。烙炉先后撤撂个波，原地急下气啊，轻推点两下，比利暴气准备一套带走，可是对手有强反，是不可能带走的，反而被点了两次 CD 闪现。比利叫强反，叫完强反大抓，哎，相杀了。轻推两下，闪现接入，挑个 CD 啊，两次 CD 啊带走了。他比分来到2-2，我们来看最后一局的决胜局。最后一局看姐姐的猴子首发了这一把，轻 A， 好，头上脑。这一局好像完全了解一个琢磨的这种打法了，完全适应了。这猴子在他头上骚扰来骚扰来去，看你闪现被抓了，空中四连顶，接个大旋风。哎，捡一下必杀带走，哎呦还不没有气了，猴子没有气了这一把，但是琢磨也扛不住了。好看第二个回合，烈火剑法敌向二米，向二米先原地急下气啊，跳飞米向前前跳，跳飞地前前腿转转转，头上哪儿，接着猴子啊，哎呦，猴子中招，穿人，穿人过顶。好，下金角接直灵头，然后一波大招抓啊，角落下接下二米狂欢。哦吼，又开始夹来夹去了，对猴子。逆向穿人，两点一顶啊，反正是没有时间的，猴子占优势这一把，可能要一刀带走了。转转转，开旋风，两个旋风，好，烈火剑法是完全不行了，这最后一局决胜局完全被看透了啊！现在烈火就是个透明人，目前看这老卢，老卢先开个前脚剪刀脚，猴子两爪一挠，你看你出什么招都行了，现在猴子就拿捏，又来一发大旋风，一个转转转，老卢何时强反？哎呀，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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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卢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交出了强反炸。猴子怎么说？闪现，好搬运，被猴子给蹂虐的啊，受不了了。好，来看第四个回合。五，请 A。老卢继续使用他的前前操作，这招前前操作我是太熟悉不过了，逆向过顶了，跳得太高，跳成大跳了，反被点了发炮拳，哎呀，超杀搬过去，搬过去搬，好啊，不是，居然没接住，哎呀，最后这个超杀没接住搬运，可惜了。那就3-2，姐姐取胜，结束比赛，拜拜。